好，已经捉嗰只梦妖啦，而家识闪光。好，三只嘅工具重嘅，咁相信呢度都唔使点样升呢噶啦，所以都系一口气用喷雾啦。咁通常喺过关之后都会有啲训练家喺度挡我路嘅。好啦，呢个新嘅过关之路，所以啲路系完全唔同嘅，比较系新嘅图就。要慢慢摸索啦，第一次行，因为，乱咁行，好上楼梯呢度，呢度右边啱唔啱？啱，你睇嚟一路都好顺利喎，好似冇咩训练家挡我路喎。呢度攞精灵球嘅。呢度冇嘢打咩？唔通哎有啦，即刻猫头野鹰啊！即其实喺呢度捉咪得咯咁，八十呢嘅猫头野鹰，好，应该唔喺呢度啦，睇嚟，因为我要揾上去嘅路。又出翻嚟嘅，呢度系之后，哇，富迪啊！呢啲咩噶？喺度啦。你终于到嚟啦！我再回想翻咧，第一次同你相遇嘅时候，你同我咧都系新人嘅训练师，但而家咧已经共同经历咗咁多，时间真系快啊！我成日都担心未来嘅事，而你咧只系一直向前冲啊！单纯同埋简单嘅想法咧，确实系解决一切嘅最好途径。同你一齐觉得好安心啊！对于未来嘅担忧已经好似咧消散晒，相信你同我咧一定可以做得到啊！真系不可思议啊！真系个不一样嘅人啊！系你咧令我知道咧要勇敢面对未来。我亦都咧为咗好似你咁咧坚强咁努力啊，同我精灵一点点变强，终于嚟到呢度啦。我哋场久违嘅精灵对战咧，实体验下，测验下，头先要睇咩话？总之试一试佢精灵嘅实力啦，佢话。穿个头巾，而家得翻三只重，所以我哋比较危险，不过都系用大火杀噶啦。Yes， 唉，麻痹，死啦，冇睇到佢出咩添。沙漠蜻蜓，又要用冰打呢隻，不过试下用呢隻先，用呢隻应该都 OK 嘅，其实，好，佢用回血，佢会唔会系冇技打我呢？地震 ，OK， 唔紧要，佢已经打唔入我啦，一下贴壁嘅话，喂，打中佢啊，佢落地啊，趁佢落地嗰下即刻鞭死佢，吸死，掂，好，火鸡，系啊，佢有隻火焰呢、這个嘅火焰鸡，冇错。咁梗系换呢隻啦，点都黑住佢呢隻冲浪保护加速特性，唔系替身，点解要咁做？剑舞啊，佢开，如果唔系唔会开替身，即系讲紧系接力棒嘅技术嘅战术啊！雪妖女焰啊，大火影之球唔好死，唉，大麻痹咯，冇死到大麻痹，死啦！用错重呢隻先啱，掉粒种子你弹先，争啲乸嘢头先。如果我用启暴龙嘅话，一下冰就必死噶啦，同埋我未必够呢个雪妖女快嘅。好，冇理佢啦，开铁壁先。吸血都唔系话多，因为对面只嘢嘅血量实在少得滞，不过至少都勉强有二十以上啦，都 OK。喂，同名唔好啊，冇。好狗效啊！佢保护先，系佢回血，我都唔记得咗佢会回血添呢啲 NPC。揸下，唔好用逃命啊你，唔好用逃命。得搞掂，唉，冇中到，唉死啦！唉，好在冇中啫，有今次。边个？系咁唔中，发生咩事啊？边个？我仲结埋冰添，唉，好打佢啊！唔紧要啊，等佢慢慢吸死啦，唯有好吸死俾你啊！铁壁，好在冇打佢啫，应该唔会计同名啩？系啦，因为唔系计我打嘅啊。
希望呢下中啦。如果呢下唔中咧，我冇忌打呢只巨沼怪嘅诅咒。Yes， 揸下寄生种子回血唔紧要啦。呢度又系要磨噶啦，因为我已经冇晒技，减速度好。佢既然用诅咒嘅话，一阵间我就会用特攻向嘅启波龙打死佢嘅。诅咒应该可以录下诅咒啦，佢想。好，我决定呢一度转重嘅系转启波龙打。呢一度用冲浪都 OK， 用一下冲浪先咯。之后再用龙星群啊，系我都唔记得咗。喂，吸吸吸吸吸吸死得啦！蜥蜴王，哎呀飞，佢啊应该有飞行技啊，闪电。铁壁替身，哎大镬，唔得啊！呢度要食嘢，要用食药。单 PB 回复，单 PB 回复先啦。回强力鞭，系强力鞭。闪电拳，唉，仲要麻痹添呢度。鞭啊！好，慢慢等佢自己反死呢度。莽撞，哎，搞掂。系你嘅话一定冇问题啊！终于打赢啦。我输咗真系不愧系你啊！你一定可以赢到联盟噶。同你对战以后咧，我越嚟越相信呢一点啊！一定要加油啊！在旁加油嘅，喺之前啊，真系好感谢你，好幸运可以遇到你，我一齐前进。你个另一副爱心球仲有住啊，请当佢系个护身符咧，会带嚟好运嘅。佢想表白啦，头先我 feel 到，不过都系唔好 FF 咁多，唔好幻想咁多啦。OK， 嚟到联盟前，居然冇嘢买嘅系。相信未必打得赢啦呢度。好，咁啊快手就拎晒我啲精灵出嚟先。好，诶、欸、又嚟。喂，等阵小光，我嚟多谢你噶，全力噶。如果冇你咧就冇啦。诶、欸，边度仲差远啊？仲要同我对战啊？喂，我唔想同你对战。唉，我唔想同你对战，明唔明啊？明唔明啊你啊？抵你死啦！踩死佢！我识自我再生，你咁串咁串，豆粒菇。大镬，大粒菇应该转重嘅，我急得滞添呢度。对面嗰只嘢怕咩啊？怕飞人技，揸下秒杀，俾佢秒咗。唉，我要输添呢度，死啦！因为我实在太急啦。好，揸下，唉，用啲屈机技啦，蘑菇包子。死埋！好，雷电丝系咪已经冇啦？系啦，净系得翻用怪力术啫。Okay。 剑舞、电磁波、电浆斩，揸下蛮力，好死埋，耶、yeah ！今次我将会用火爆猴打佢第一隻嘅普通系精灵啦，而佢嘅普通第一隻精灵系变忍兽，变忍龙，系即系变色龙啦。好，近身拳击，近身拳击 ，OK， 假面长眉草毒系，练马，火技，搞掂，仲有边只？豆粒菇，火技。气息腰带剑舞啦，大火秒咗佢啦！气息腰带呢一度我哋要出先嘅，等谂下佢仲有啲咩精灵先。雷电丝我记得一隻，咁啊火爆猴啦，艾露雷朵，近身拳击打唔痛，要用燕反打喎。精神切割，哦秒咗。精神切割系物攻技啊，起身同志，近身拳击，唉，俾人打死。好，唔紧要，专我围紧呢只大水技，
好，雷电师嚟啦，雷电师 ，B B 妹，好赢啦，挂金铺剑舞，电视波你咪点？大王，唔好再剑舞啦，斩佢啦，冇死，得，打多一下就 O K 啦。咁我仲唔系我赢今次，红星棍，会心一击，大王啦，呢度唔够嘅快就死啦。水技，哇唔好啊，一定要杀，揸下系咪我快啲啊？好波，果然仲系咁犀利啊，已经全力以赴啊，果然好劲啊！一上啲路比啊，话唔定咧你嘅力量更劲啊，比路比，我已经好强啦，比唔上你啊，我唔会放弃噶，努力噶，我会打赢联盟啊，多谢你，拜拜。好，先试下佢使唔使我练 level 先，一入去，入去啦。哇！新人马得，你好，我挑战者先自我介绍，四天王决明，同时都系剑道修行者，俾你见识下我同精灵人以为傲嘅引以为豪嘅剑道勇啊！呢啲战斗中嘅对战精髓，女嚟嘅，普通系95咧。好，剑舞大王，佢系咪咩特性啊？应该一系加速，一系跟性个招。应该是加工了，哇，空元气，我最憎呢招近身拳击，好毒死啦自己，手刀啊近身拳击招，好麻烦，应该是攻击的头先嗰下，波克基斯用岩崩打，岩崩。岩崩，岩崩啦，系冇计啦，哇，一半都冇，三个攻击，跟踪嗰时，我仲要烧伤添，不过唔紧要，因为烧伤就唔会扣特攻嘅，净系扣密攻啫，而家就比较危险啲啦，手刀得加点，武黑鹰呢只，一嚟威吓俾佢。系啦，会威吓，起身中指，大镬，替身你居然用，仲要唔中添，神了，哇唔中唔系啊嘛，冇咁黑仔啊，啊，手刀都打唔死佢，唔得，打唔赢，至少要全部85。或者接近90先订到呢度，系杀咗个黑色腰带添仲。好，咁我升下呢先。好，咁而家翻到嚟啦，咁大约用咗3-4个钟左右咧，就练到90呢左右嘅，94啦、95啦、94、90、91嘅。好，咁啊，俾埋粒神奇糖果佢哋食咧，其实我谂应该都唔会有作用啊，迟啲先啦，就先试下睇啖唔啖赢先，应该都 OK 嘅。真系差唔多，上次70咧都勉强打得到一半啦，打到3-4只到。咁而家就嚟啦，开始啦。咁我记得佢一开头就系只嘅圈圈熊。咁呢一度就直接用近身拳击。啊系，又唔记得教翻个动画，因为我的星咧又冇 set 到个动画。波克基斯就巨钳蟹啦，岩崩。哦，麻痹，OK， 杀到，武黑鹰，见过啦，武黑鹰就 ，OK， 呢度佢会用替身嘅嘛，系啦，会用替身嘅条友，死啦，好，起身中指，哇，大镬啦，好，吸死佢，保护先，冇讲咁多，好，铁壁得。慢慢屈佢机呢度都系要，好啦，之后开多下啦。既然系咁，而家就开咗三下啦。唉，吹飞，走一走先啦。火马、神鸟、火技，搞掂。卡比兽近身拳击啦呢度，搞掂。有只咩啊？可以水母。可以水母原衣背啦，斩啊！
揸下 ，OK 啦，应该 OK 赢到嘅。乜仲管血？原来我都高过佢啦啲 level。如果大家有玩嘅话咧，其实升咧唔知去边度升嘅，但系我建议大家去翻一开头第一个嘅联盟度，因为我都系嗰度升嘅，所以我嘅 level 都 OK 嘅。我发现喺个洞度升咧就唔系好高效率啊，然后啲钱都40多万，因为都打咗好耐。好啦，先回翻血先啦。喺边咧？嗰个回复啊，呢个。好传媒得，呢、這个唔知咩系啊，所以都系是但啦。好，即系呢啲黄布攞发电厂电系啦，即系话热爱电系精灵，中意同佢哋一齐。后来咧，我同呢个电系精灵一齐战斗啊，同中咧与中咩从中与佢哋心连心系。依家你感受一下呢份羁绊，哇！呢、這个有啲似啊边个？大镬！呢度要转只冰出嚟啦，睇波王啊！杂耍急冻光线，得有啲似啊 ！X Y 嗰个嘅管主啊，雷管主啊！呢一度佢用电击魔嘅话，边个啦？起身同志啊，重臂锤喎佢有，保护。铁壁，唉，顶唔顺，唔紧要。既然佢揀咗呢个速度，咁我火爆下一定快过佢嘅。系啦，仲有咩啊？雷伊贝，雷伊贝就系出名高速噶啦，咁啊，啲二马打啦，大火得。然后佢嘅比加超又系比较快，所以就即刻秒杀佢。自爆刺怪就趴地面，好火爆后。应该会有坚硬嘅佢，啲冇坚硬嘅佢，你赢咗真系场激烈嘅战斗啊！你嘅精灵咧真系好努力为你作战啊！不过我哋精灵都尝试，都已经努力过啦，要带住佢哋嘅期待继续前行。好啦，哇！火系啊呢度，喂，如果火系嘅话都 OK 嘅，唔太差啦。好，不过其实都真系几难打，已经我都要食好多药，只只都狼脱噶啦。好嚟啦！哦，已经嚟到呢度啦，真系难得嘅挑战者，四天王阿峰啊！喺成长嘅历程当中啦，我建立咗如同烈火般嘅热情啊！与一丝不苟，系应该读个苟字。呢、這个严谨嘅态度啊，学术上系咁啊，战斗对战亦都系咁啊，精灵对战，你可唔可以通过呢个困难嘅考核咧？试下。好，苟未？咦，今日用地震都 OK， 哇，大镬！佢而家系天气，就用呢只啦咁。用火技应该唔同啊，踩佢啦咁。揸下，OK， 佢用明玉火台呢只啦咁。大水啦用。好，鬼灯啊嗰只系。鬼灯。喺暴龙啦，呢度用龙星群，哇97呢啦已经，都杀到好，回心一击，可能冇回心就输啦。河马王，河马王，点解会喺天气火队度嘅狗尾嘅？唔紧要啊，先放叶衣贝先，剑舞，啊识喷射火焰，唉，识用火焰。咁样就启暴龙，启暴龙啦，但系应该都急冻光线啊，死唔紧要啊，先放招龙星群，系啦，识急冻光线佢，唔紧要，踩死你，哇咁都唔死，死啦，咁都唔死到我死添，边啊？好嘢！火衣贝，得，应该赢啦啩？哇，佢用啲咁嘅毒珠喎，佢用，得赢到，嘿，做得好啊，被击败，有缘再嚟啦，下次
在你的目光当中咧，意识到啊，对战咧除咗需要谨慎同热情啊，仲需要羁绊啊。多谢你提醒啊，我会继续修行落去。好，真系杀我一个措手不及啊！头先死咗四只，好嚟啦。呢、這个水啊，话潜位，咁啊先放水衣背，草衣背先啦，叶衣背。啊，终于嚟到呢度挑战者啊，四天王水之清净师水杉。保护水域中的精灵咧，就系我嘅职责啦。我与精灵细雨与波纹般嘅羁绊，喺战斗时咧，亦都会化为呢个嘅暴雨同埋巨浪去准备好未啊？面对水之洗礼，你咧，我需要全部实力咧。哇，几有型好似阿蛙棍，剑舞啊，系又唔记得咗教动画。我就系怪之得，或者好似冇咩嘢睇咁样。头先落雨，唉，死啦！打埋呢场要记得啦。起身同事，保护，之后就边佢，好边得中就得啦。狮龙王喺部龙嘅话都危机，就用呢只先啦。起身同志，高压水，雨一直在下，保护边，搞掂，吸死。咦，佢又启暴龙喎，启暴龙嘅话最好就系用蓝冰打啦，系。不过唔知佢有冇神马伏特啦。暴风，启暴龙，吸到嗰阵时，喂，好，暴风，好在，哎呀，混乱咗，我见到，死啦死啦死啦！保护啊，好保护得好啊呢度。啊、如果你冇火技啊、格技嗰啲咧，根本上冇可能打得赢呢个坚果嘅。面对呢啲启特攻嘅启暴龙咧，用呢只应该都最适合嘅。所以头先我做咗一个错嘅决定啊，就系换走佢。铁壁，好，终于唔食噶话你。水衣背，照讲我得部水衣背，边嘅？啊，挤一下，好，再回去啦。啊咁都唔做，起身种子先，铁壁。好，佢瞓咗觉啦，我哋可以。啊，系，因为落紧雨，所以佢个状态会消失咗。系喎，几麻烦喎！个天气一路喺度咧，所以佢个状态，佢一瞓觉就即刻醒系嘛？应该系啦，即刻醒咗啦，已经好，好把口，一只近拳击打死佢，沼王照上沼王，打死佢啦！沼王揸下攀瀑布，死咯！踩嘅 ，yes， 最后一只赢啦。好，最大最犀利挑战者打赢咗我啊！好，即刻教翻先，冇啊，真系睇唔惯啊。不过头先都系咁升咧，所以都惯咗少少。而家即刻教翻先，我谂系时候要部署一下咯。呢只启暴龙应该唔放得呢个执着眼镜，一定要放专爱围巾，因为唔够速度同人玩啊，同人打。天速果正凡。其实呢啲滚水咧系冇咩用，因为我嗰阵时唔小心揿错就系俾咗佢学，就喺嗰间嘅技能屋度学嘅。你反正要保护佢先啦，呢度，即系之前我都系配保护嘅。好啦，嚟啦，最后一个啦，已经系冠军啦。好嚟啦，火马开头啦呢度，好嚟啦。果然冇令我失望啊！欢迎啊！好啦，富老马
可以走到我面前的挑战者几乎没有。而遗憾的人呢，没有人可以超越到我继续向前。但是你同一般的不同。今次赢呢，不单止是因为你是异世界访客，你同自己的伙伴呢亦都度过无数的危机，粉碎无数邪恶势力的阴谋，你拥有强大的实力。而这个来源于你更强的意志。正因为有这个强烈的意志，我们才不会向厄运和挫折屈服，才可以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心中的意志引导着我们做出抉择。究竟是追求位于巅峰之上的可能性，还是甘愿沦为平凡的可能性？我想你和我都已经做了同样的抉择，探索命运无限可能性中的顶点所在，并且将它追逐到底。这个就是赋予我生命的意义。你呢？你一直努力的动力之源是你的意志核心所在。所谓的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将你所有一切呢倾注在你的实力和基本之中，用这场战斗告诉我你的答案。好吧，挺好听的这段说话都。好，你问古根库鲁马。哇，99呢索拉还要闪光添。都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人家变出来的这些。因为我记得佐罗亚克是变色，不过不是，应该都啱呢只。但是他懂冲浪啊，呢只大火先啦。唉，食要大气合弹。我是装咩噶呢个？明玉。咁嘅话就大火啦，系咪都死嘅？你应该一齐死啊！诶，未死，马骝拉。马骝拉要转啦，因为佢识下马位。呢只啦，不如保险啲啦。啊，冇技能啊，系啊，我唔记得咗，白咗痴添。唉，我唔记得咗回 PP， 成堆红字。好，唔紧要啦。哇，比佢快过添。波克基斯，波克基斯就。启暴龙啦，启暴龙啦，佢应该用三个攻击嘅，我相信。起咗快啲啊！空气切割照用。咦，落地居然唔紧要，慢慢屈佢技。诶，得啦，回心。居然螳螂好，一夜秒咗你先。除非你有腰带啦。飞剑蟹，艾露雷朵。艾露雷朵用咩打要？看看他用什么先。巨大化大和了，不死了他巨大化。水技作用。好嘢，杀到啊。我赚其实赚啲输啊，如果被他打到我的话。紧贵。好，巨剑买。保护。气合弹。水技。唔中，搞掂，赢啦！系我输咗，真系一场精彩嘅战斗啊！你系位于巅峰之上嘅训练师啊，不愧系你啊，真系你赢咗啊！我努力寻求生命嘅意义啊，但系你咧就冇俾出你嘅答案。意义赋予我强大意志之力啊，而冇答案嘅你咧，意志之力更胜一筹。我需要了解呢个世界嘅法则啊！我谂咧，只有咁样先可以睇清未来嘅道路，但系可能性系无尽嘅。我不对这个渺茫的可能性呢抱有太多的期望，但你无论如何呢都永远相信着这个未来充满希望。你好像曾经的我，或者应该说是他呢。多谢晒，你已经超越了我的意志了。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巅峰啊，错落地区的。这一刻你就是新的。咩，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你居然不想要冠军之位，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不想翻工了。需要去探索更多可能。好，我明白，尊重你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个冠军的荣耀是属于你，跟我来。好。啊，是啊，送什么礼物？幻影，魅影幻境。这个拥有特殊力量的晶石可以与很多黑色晶石共鸣，即是黑色那些东西啦。可以二次元，可以，哦，可以瞬间移动啦，就是说。你好敏锐啊，这个的确是利用我梦神的力量做到的。咁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呢去探访一下我真正的故乡啦。佢亦都隐藏喺呢个达克罗伊嘅二次元度，不过希望咧你可以保密。言归正主啊，呢度咧系冠军殿堂，用嚟记录咧嗰啲通过艰苦战斗而取得胜利嘅精灵。呢、这、一个就系联盟冠军嘅荣耀所在。系啦，呢一度系你嘅名，仲有你一齐战斗嘅精灵。通过而家点咧？
好，古生金币。好，而家就应该入翻去啦。好啦，估唔到又打得赢啦。虽然我都好努力咁升咗都几廿个钟啦。好，唔系呢度。OK， 向呢边行，应该揾呢条讲嘢。赢咗啦，太好啦，真系不愧系你啊！咁样嘅话来嚟得及。哦，呢一度好似有嘢喎，唔知咩，我冇睇到添。虽然失去咗呢个基因啊，唔知咧融合可唔可以分离啊？嗱，我谂咧应该要揾翻呢个冰龙嘅融合啊，同佢冰冻嘅呢个捷克罗姆啦，同埋雷哈呢个嘅雷希拉姆啦，系啦，佢呢度写列希拉姆嘅灵魂咧都被冻结啦，所以咧重新恢复咗石头嘅形态啊。虽然咧冇办法像你好似你一样咧进行呢个记忆引导，不过我谂咧可以喺呢个特殊嘅塔上面咧通过力量嘅共鸣达到效果。好。合中两名训练师俾我嘅传说之龙嘅石头，拜托你啦。好，我谂通过咧被唤醒嘅雷希拉姆啦，同埋捷克罗姆应该可以咧融合噶。好，拜托啦，唉，又要做嘢啊。红呢、這个蓝色啊，唔得。诶，精神好咧，恐怕咧最好唔好贸然进入，或者需要咧俾生物与稳定之类更强大嘅秩序之力嚟维系呢个空间先有可能入去。即系点？哦，系啦，呢度有得拣去边？咦，呢个咩噶？无法前往。好，咦，呢个咩噶？哇，呢个系紫远镇音乐。达克罗伊系呢个小镇嘅守护神啊！即使成个世界都无法理解我哋咧，达克罗伊咧都会永远保护住我哋嘅。三面孔，唉，我唔认为有外人嚟系好事啊！库鲁马成日都做自作主张，即系库鲁马故乡啦，呢度系好。有传言咧，加先生嘅阿布索罗系有相认嘅，不过后来我冇亲眼。不过后来亲眼见到明明是冇的，到底是边个噶？Mega 进化咗的阿布索罗是识飞的。好，呢度有咩买呢？铁球，全部都冇咩作用。呢、這个都有用的，咩白色药草啊？呢啲都 OK。OK。我来者算啦，如果你不是好似嗰啲愚蠢嘅训练师，将我系真系当作邪恶生物嘅话，留喺度我都不会讲啲咩。加下先生嘅道馆咧唔受呢个认可啊！咩话？系啊，目前咧冇一个联盟咧承认我系道馆啦，最多只系天王之类嘅虚职嚟应付啫。库马先生做嘅落令真系会有嘅努力，真系会有效果。好啊吧，喂，你好似感觉到系后生仔呢度咧，达克罗伊制造嘅亚空间，作为唔等被联盟所话而同埋猜忌嘅，哦，系精灵训练师嘅藏身之处，最适合不过。又要打道馆，好啊！外界嘅挑战者啊，有趣。哇，你得85呢啫，一太子唔够我玩啦呢度。好，瞬间秒杀先。唔记得缓冲喺度。地震，哇，俾佢杀咗。好，巨剑蟹啦呢度就杀咗一只都唔紧要，我巨剑蟹都应付到嘅，我系暂时。血衣背都 OK 啦，应该85呢嘅话，撞死佢，单啲。好，睇你嘅款都回血嘅你，喂唔回血？冇钱卖药啊！你唔回血居然冇可能啫。好，就稍微打一打呢个道馆先啦。好，其实我想睇下魅影摩天楼嗰度点样。好，需要打呢个加大人咧，就先要打赢。哇，原来女嘅，但系点解个幅图系男嘅？阿布索罗劈嘅。更新拳击啊，系用手刀，因为用咗专爱。好，哦，几耐咧冇见过外界嘅挑战者，欢迎嚟到咧月魔镇精灵道馆，我喺呢度嘅加雅馆主啊，咁你一定系库鲁马所讲嘅人啦，真系好罕见啊！可以改变佢固执嘅想法，你一定系好劲啦。既然嚟挑战咧，就当我战斗中睇下你系咩嘅训练师啊！好有型喎，呢两个角色都更新拳击，蛮力。剑帽，哇，黑色腰带喎，唔紧要啊，都系一日杀咗你。阿布索鲁火马大火，好，仲有咩重？鬼盆栽呢个啦，鬼盆栽其实都几麻烦，因为佢正常应该都会好高防啊，呢只又高防又高突防，所以比较麻烦。
最好就用干扰打翻佢，变化技。叫叶蟹，水技得啦，月衣背，万力吉野秒啦呢度，哎赚啲喎，许愿，水技。搞定，原来系咁系嘛？好出色嘅表现，就收下呢个41。难怪库鲁马先生咧会咁在意你啊！你同我哋系唔全唔同嘅，我哋我系精灵嘅训练师，从未得到信任啊联盟嘅。虽然我好清楚黑暗咧同埋邪恶系唔同啊，但系大多数人咧都唔系咁样谂。我系精灵咧，成日都俾人犯罪组织所利用啊，所以咧人哋啲人咧都开始怀疑呢个我系精灵嘅本性，自卑观。只要被冠以恶之名啊，啲人咧就会对黑夜嘅孩子嘅怀疑就唔会停止。於是看夠咗世人嘅懷疑同埋排擠嘅，我係訓練師，利用咗呢個達克羅伊力量製造咗呢個亞空間，呢個就係月魔陣。呢度嘅空間同其他世界唔連通啊，因此咧我哋係通過呢個幻精嚟進行移動嘅，亦都係去外界嘅一個唯一聯繫。每個人咧都已經習慣咗呢個生活啦，但係庫魯馬咧似乎唔滿意啊，佢需要改變大家對我係精靈嘅睇法，所以佢幾年前咧已經離開咗啦，最後憑借自己嘅力量咧成為咗呢個冠軍。只是他呢还是隐瞒自己的故乡，并且挑战联盟时只是使用了最早跟随他的精灵、这个佐罗亚克，虽然他在努力，但这个焰火不是那么轻易改变到。库鲁马一直是一个固执和顽强的人，从我在这个最初外界修行遇到他的时候就这么觉得了。我认为呢 他拥有这个成为优秀训练师的潜质，所以先一直在外流浪的他带来这里。系我算系佢阿哥啦，之前佢一直系个孤儿，过去嘅事咧佢似乎唔想提起，所以都冇追问。可能咧我唯一了解嘅事就系几年前嘅夜晚偶然睇到啊，库鲁马咧似乎可以打开反转世界嘅门，而且佢咧似乎一直隐藏，佢随时都藏喺呢个佐罗亚克嘅幻影之中。我总系隐隐约约咧感觉到佢系谂啲咩，但系咧完全睇唔透嘅想法。虽然咧陪伴佢呢个修行七年，但系有啲嘢总系唔同我讲啊，话唔定有啲方面你会比我了解佢咧。系啦，所谓嘅太亲嘅人咧，就有所隐瞒啊，即系反而会同其他人讲，就唔同亲人讲，可能会惊佢担心定点。好啦，而家就其实我想去睇下呢个魅影塔啊。有啦呢度。好，咁啊，今集成差唔多好长啦，咁我哋下集翻嚟打呢个联盟世界挑战赛，系咁先，拜拜。